大家好 Crazy China Woman here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是如何种黏玉米的这一颗怎么结两个呢这一颗怎么结一个呢这一颗也是一个这一颗结三个一个两个三个是不是为什么呢我非常喜欢吃甜玉米所以每年我都种种玉米的周期大约是在90天到100天如果你喜欢吃嫩一点的那么大约在90天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割了我喜欢吃稍微硬一点的所以大约在100天的时候我就开始收割We need to find the 种玉米之前呢，首先要选择好的 and the full 地大饱满的 something like that small no good we don't want that and this just no good 然后呢就开始翻地每次种玉米前一定要彻底把地翻好我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在准备种玉米之前的两三个月我会买一些去一些瓜子的壳子还有花生皮的壳子这样的话在整个玉米生长的过程当中我就不需要再追肥了基本我都是靠天来养我的玉米玉米粒之间两个粒之间大约在12英尺就可以了 then you put down dirt and water every day keep moisture虫子是最喜欢吃甜玉米的了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你要很勤奋每天早上要去抓玉米去抓虫子每天晚上我也去抓虫子直到这个玉米的穗合上为止虫子就进不来了玉米的穗玉米的皮儿还有玉米的那个穗儿那个须子是可以煮水喝的对身体非常好所以我每次剥下来以后里边嫩的叶子还有玉米穗我都要煮水喝这个cooked corn this is my favorite 煮好了玉米 Enjoy that. You got pasture 到我的园子里去吃味道更好 so yummy 非常有小时候吃玉米的味道美国人不太喜欢吃这种黏玉米所以这一期我就是用中文来给大家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个赞请订阅我的频道 Thank you for watching Be sure give me a thumb up and subscription